感谢神哦，那今天我来到这湖口福音中心哦，借由小弟的见证的分享哦，来给各位同龄及慕道朋友来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一些事。那也是上个月礼拜天呐、啊。那也是接到我们宣道，我们宣道是说，那下个月的1月3号，湖口福音中心有一个灵茶会，那要叫我说去分享小弟的见证，那我们就说好。那借由李良哲弟兄，电话的联络，那就很多人就答应了，那就。所以很高兴啊，能够来到这后平台前跟小弟的见证，奉主耶稣圣名分享见证。那在104年的3月份，那小弟的身体就有点不适啊，那就是也是。在有一天呐、啊，就是看到小弟的脖子上哈、有长出了一块东西，那也是不会痛，也不会痒，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好，那想说隔天就去看个医生，那医生看了也就说，那我给你开个药。哎，像说是一般感冒哦，吃药看看会不会有好转。但是吃了2-3天还是一样，我再去看一次。那医生说就建议我，那你还是去大医院看好了。那小弟也就跟公司请了假，然后就到中立的联心哦，现在改联心医院。然后就去做检查，是找耳鼻喉科。那当下医生看到我，他就跟我说：“那这已经疑似鼻炎了。”那小弟在听了以后，就心里就说想说：“怎么会这样呢？”那我也是只能就借由祷告，想说求神能够给我力量，那也就做了切片检查，一个礼拜左右，那就接到医生电话，就说，可以过来医院，做治疗，因为这已经是确定，那就是鼻咽癌恶性肿瘤第3期。那感谢神的地方是，因为这个鼻咽癌其实是也算是现今蛮普遍的病。那为什么会讲说是它有分期1、2、3、4，就是说已经是末期。那已经是第一期已经就在我的鼻腔里面了。已经就有瘤存在，那直到它从里面这样子转移，它转移到小弟的脖子。那我感谢神的地方是，这个瘤没有继续再跑到小弟的脖子以下的器官哈，就是心脏还是哪里，那再转移下去的话，那就。可能就小弟还会不会站在这，就还是要交付不行。那就做医生说就做治疗嘛。那我就太太也说我们转到林口长庚，因为那边的是算医学中心，治疗上会对小弟或许会比较好。那也是藉由的祷告，
这一场病人，然后交付给神。那在感谢神的地方，就是你也不晓得说哪个医生会比较说，是比较很专业，我们也不晓得。那也是透过神的指引。那说我有三个医生呐、有三个医生。那这医生当中都是一些耳鼻喉科的教授啦，然后还有血液肿瘤科及放射肿瘤科。那这些都是教授及副教授，这是感谢神的地方。好，那就是我就开始做一系列的检查。就在一个月当中，那一些检查都做好了，就等开始做，要做一些电疗。那我得知了生病，我有什么反应？我如何去面对的？那站在我们信仰的角度上，我们虽然是说医生会治疗我们这疾病，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神能够医好我的病。对，那在没有信仰的角度上去看的话，他们只能靠神，只能靠医生。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靠？那我在这两个月当中，就是104年的5月6月这两个月，是我这一生中最痛苦的。那就是每天都是没有办法睡，因为他是要做放射性的治疗嘛，要做35次，所以我每天1到5都要到残根去做这个电疗，然后就从它剂量会慢慢的增加。那医生也跟我讲，你要撑下去，你这三十五次没有做完的话，对你的病情会有影响。那营养师也跟我讲，你要吃胖一点，要不然你没办法去承受这个治疗的过程。那就开始就去听医生所讲的，那开始治疗一直到了12次的时候，那我的副作用就开始出来了，就是我的嘴巴就开始破掉，就是我们平常火气大啦，还是说吃东西咬到舌头啊，它不是都会嘴巴会痛吗？会白白的。那我是已经被电到整个嘴巴全部都是溃烂的啦，甚至我连喝水都没办法喝，讲话都没办法讲。但是我还是靠着我的信心啊，靠着我这份信仰，如何去每天如何去面对这个痛，这非常的难过。那晚上也没办法睡，就借由着祷告，我太太说，你在痛的时候我们就一同祷告，只有祷告能让你减轻痛。就每天就反复这个动作，一直祷告，才让我能够好好的去睡。那12次之后，一直到了35次的治疗过程中，就让我体会到人的生命真的不是你能够去承受的。说像神赐给我们生命，那我们要如何去善待他呢？就像小弟我的信仰其实是从小我就受洗了，那但是因为从16岁到南部去读书，那接触到的人事物都完全不一样，那就开始跌倒，一直到了
20年，到了36岁，也就是104年的时候，得了这场病。这20年当中，我的信仰真的很软弱，甚至晚上不聚会，安息日可能只去半天，那也就是就像过着现在外邦人生活这样子。那神为什么会救了我呢？他是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说我让我这生命中还能够为神为神服事，为神做圣工，那还能够把这份信仰还有这福音能够传给你自己家的人，还是为信徒的人啊，我这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分享给各位。那像在这信仰到了36岁生了这场病，我就彻底的悔改，彻底悔改，在神面前祷告说感谢神，就因为这一场病你救了我。那我没有得这一场病的话，我现在可能还是就是或者就说一般式的生活这样子，我会不会来教会，甚至我的家庭、我的子女信仰，那会看着你这爸爸的信仰，那会跟着跌倒下去，那这就不像一个是信仰的家庭。那在这5年当中是我的关键期，紧接着从104年一直到今年已经110年了，近5年多了，那我的关键期也过了。那医生也跟我讲说，那你再来不用再过来回诊那就再做最后一次的最精密的检查，都没问题了以后，那你就可以不用再来长庚那后面的话，那就是靠你自己的身体的保养，你如何去善待你的身体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癌细胞的存在，只是说你如何去善待它，一些不良的习惯啊，还是说熬夜啊那医生也跟我讲说腌制品绝对不要吃，就是腌制品啊，就像他问我你是哪里人，你是什么，我说我原住民原住民会吃腌的东西嘛，然后我们都一些腌鱼腌肉啊都会喜欢吃，像客家人也会嘛，就吃一些腌的什么泡菜啊什么的。那我在这五年当中也是这样子求神的怜悯那让我在这5年的关键期能够顺利的度过。那家人的感受呢，那段期间家人的感受是怎么样，以及弟兄姐妹的关心及带导，这都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你生病了，你之前的朋友会来关心你吗？你想想看，会吗？我自己在想，不会。对，那是对他们有利益的时候，他会靠近你。这一点我也是深深的去思考过。那谁会来关心你呢？就是有我们的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住着为我代祷，用他们的双手让我说能够在这病痛当中能够赶快好起来。那这信仰我还是要继续的秉持说这份信仰要好好的要坚定下去。那我是从小就受洗是没错，但是我信仰跌倒
我们跌倒中后又继续站起来。那我太太也是外教会的，那感谢神说她嫁给了我，那也跟着我信真耶稣教会。所以说我们要去传扬神的福音，那就是要从你自己本身就要做起，从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福音中心那所办的这个福音茶会，也就是借由小弟的分享这生命的见证，能够你们听了之后会有没有有所得到造就，还是有所影响。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是真的是有个圣灵的教会，那神在我这个家的作为我亲眼看体验到，也亲眼看到，不只有我个人的这个鼻咽癌，甚至到我大女儿也是因为脑瘤的关系也开了5次刀，她的头部也开5次刀。你看那神是不是很爱我们这一家？你开脑开了一次之后，后面的后遗症会怎么样我们不晓得。那我女儿还是健健康康的站在我面前也看不出来有开过刀再来就是在我女儿也是很辛苦啦因为也这么大，那她虽然跟一般正常的小孩这样子的话，她是没有办法说去跟社会上这样子，但是我们还是依靠神。那他在弟兄姐妹的关心及代祷之下，真的很感谢一些长子、负责人、传道弟兄姐妹，知道这个小弟的生病也有的代祷，看各我们复兴小区甚至年会的时候有去负责，还是什么传道都会来负责人都会到小弟家里来为小弟代祷。那我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感动的地方，就是中巴林的杜文义执事，他本身他自己也是受重，也是有得到重病的，就是也是有脓包性肝炎。他那时候在台大，也是躺在床上，医生就说没救了。那他也是借由的祷告，神医治了他，所以他一听到小弟有得癌症，也是马上就联络我们负责人啊，还是说联络我们家，说我要去看这位弟兄，他也要把他身上的见证要分享给小弟。那他在从我躺下的时候看着我不舒服，直到他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坐着了，那他再来看我的时候我已经站起来了。他说他非常的感动，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不要忘记神，神能够让我们会医治我们再大的困难啊、的病痛啊，你只要祷告神，神必垂听。那我蒙神医治后的感动，就是让我在这信仰当中这条道路上，我一定要带着我的家人这份信仰是从小就开始一直到现在，绝对不能够离弃神。那个神在我身上的作为呢，就让我亲身的体会到，我们人的生命真的是，人生命真的很短。那你人生这样才几年，像小弟现在已经
四十几岁，但是神要我继续在为他做圣工，为他做见证，神还要我，那我好起来之后，那我要不要回馈给神？一定要，我一定要回馈给神。对，那今年是新的一年，那到春季联欢会，那还有几个月的时间，那我们是不是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就是渴慕我们耶稣教会信仰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要把他一起带到教会来，听听神的道理？说神是有灵的，神是真耶稣教会是有圣灵的教会，也是有很多神迹奇事见证，那让他们听到说我们有这份信仰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说有个依靠。那在神还有一点就是神，我亲眼看到，就是说在两年前也是我大女儿，她也是协灵工作，那这个就让我是感受得到说魔鬼跟我们人在征战的时候那一种感觉哦，真的是我没办法说，那真的是比生病还恐怖。那因为就五天的临战，真的是让我们家真的是感受到，真的是很难过。那借由的我们教会的三位执事，一同的来祷告。那我也就是不停的为这件事一直祷告。那在从早到晚就一直这样子，跟着魔鬼这样子。那到半夜你也只能靠谁？靠神啊，靠自己，只是也没办法说一直待在你家里。那真的有到我女儿身上的话，你就一直只能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打扮。那我就亲身体验到说祷告的力量真的是很大。那我们在这早上我们都是会起来五点半准时起来祷告，一直到六点。那可能是我们有点到后面有点松懈了，那就是我太太说就5:40就起来，她说我们怎么没起来祷告，她就有听到祷告这两个字。那是不是我们已经松懈下去了，就想说累了，那我们就赶快就一起同心的跪下祷告，继续为我女儿祷告。然后在五天之后，那个我们就战胜了这邪灵哦。那我要讲的是，神很爱我们这一家。从我的生病，我女儿的也生病，到邪灵工作，像一般家庭连续碰到这三件这么大的事情，我们能够坚持得下去吗？有办法吗？我们还是依靠神啊，我们还是靠着神，一家人同心同行，靠着圣灵的引领，来度过这难关。那我分享见证给这些慕道者，是想说我们教会真的是有圣灵的教会。那我们可以借由这次的福音茶会，能够说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神给我们的恩典，然后给渴慕我们教会的这些道理。那小弟身边也有一些未信主的亲戚啊，那我也是一直不停的会跟他联络说，我们教会的业务道快到了，那有希望你说能够来听，来到我们教会，听神的道理。那他们有的会说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办法来，但是我还是不放弃了，还是继续为他们祷告啊，能够让他们说有让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真耶稣教会。那还有就是信仰的坚持，还有信仰的坚定。其实我们人是有时候也是会软弱啊，但你在软弱的时候，但是你不要忘记，也要常常的要去教会。那我们只要人一松懈了，想说好累哦，今天有点不想去聚会，那这样不是就是那个魔鬼，就是有让魔鬼留地步吗？那其实我们从小的信仰，就是由家长这样子把我们带到大，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份信仰再继续带给我们的子女。那因为小弟的信仰其实也是从奶奶那时候，她信仰是非常的坚定的，她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天气，还是我生病了，他只要我生病，就只要带到背着我，再去教会，一大早就去教会，跪下来祷告。那时候住在山上，没有交通也不方便，生病了怎么办？就只能到会堂里面跪下来祷告，求神医治。那也很感谢我奶奶这样的信仰的坚持，那再传给到他的下一代，那直到我，那我也是要把这份信仰要传承给我的子女啊。那也要忘记说神是我们天上的父那没有你心中没有神的话，那你的所作所为会像是一个基督徒吗？一定不会嘛，对。那你要在让你亲朋好友啊，就是未信主的人看到说你的一举一动，就会看得出来说，你是基督徒吗？对，从你的外表，从你的言行举止当中，就会让你朋友感受得到你跟大家与众不同。就像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我的主管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不同教，但是每次因为工厂都会要祭拜嘛，就是初几个要拜，我就跟主管说我不拿香，他说好，不拿香，我说只要到要你们要拜拜的时候，我不会在你们前面，我就到旁边去。那主管他是基督教的，他也不拿香，可是他会吃拜的东西，但是我们绝对不会。他也都知道，立学你不会吃拜的东西，对，因为我们要先声明，你不管到哪里，你都要声明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我不抽烟，我不喝酒，我不吃拜的东西，对不对？你要先声明，他们就也不会说勉强你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那你在工作上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基督徒，对，那就是说神，你有
神的儿女嘛，那你不能把你的行为哦，在你的朋友当中这样子让人家看到说我们是基督徒哦，跟他们不一样的。那在这五年，在这五年当中，其实也是很感谢我的家人以及弟兄姐妹，这样子不停的为我祷告哦。那像癌症这个病哦，其实是还是不好医啦。那其实也是要看你自己个人有没有这个信心。其实那时候医生看到我的，他就看到我就说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听到这一句话，就让我就很放心的说，对，所以我的病只要照着医生的治疗一定会医治的，再加上我还有依靠神哦。那就在这七个月，我4月份开始，2004年4月开始治疗，一直到11月2号我就去上班。当时我心里也不相信说你要来上班，我说我确定了，我明天要去上班了。那像一般来讲，第三期的话，你的存活率不会超过50%。那甚至我同事就觉得说我不会来了，但是我还是回去，我就站在他面前了，我来上班了。对，他们也是很难去相信说你这场病怎么会这么快就来上班了呢？哦，我只花了7个月，但还有一个教会是花园教会啊，哦，丰乡花园教会，那也是我们上一任的驻牧传道陈卷传道哦跟我讲，他说他们花园教会也有一个弟兄跟你一样，他也是鼻炎啊，可是他是第四期哦。那你猜他是在几个月就好了呢？第四期那不是接近末期了啊。他说他只花4个月，4个月就好起来了，你们相信吗？是鼻炎来第四期啊，这都是真，就是发生在哪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这是真实的。那也有像我好了这段期间，我也是有去像那个弟兄啊姐妹，那时候礼拜天有一次我就去执事娘家去访问，我想说我自己就去看他，他像不舒服，然后那也不是只是两个姐妹啊，那我去了以后他们的亲戚朋友也有来看他嘛，然后在里面就有遇到一位弟兄，他是庇后教会的弟兄，然后那姐妹就跟我讲说，那阿姨啊，他说丽学，这跟你一样也是鼻咽癌哎，我不是哦，可是他跟我讲，我们互相分享了自己哦生病的过程还是怎么样，他说医生也是觉得很奇怪说，一般鼻咽癌不会有第一期，通常很少会在第一期就会知道，通常都是在第三期啊，就是已经转移了然后才会看到，他就说这他医生就觉得比较少看到了，那是不是说我们弟兄教会的弟兄大家身上发生了这个事情，其实我们都还是哦依靠着神。那在我家里不邻居以及朋友亲戚也是第三期的，也是不到1年2年就走掉了。那还有上个月也是我的亲戚哦，也是因为癌症不到半年
也是离开了。那我真的很感谢神的地方，就是说我还能够站在这里，虽然我病治好了，但是我的体力及一些副作用，癌症之后的副作用还是有。那我脖子会不停的动，那是因为可能就是电疗，医生说电疗的关系影响到我的神经了，我的食道口也是变小，我吃饭非常的慢，有时候吞咽很困难，甚至有时候快要噎到。但我很感谢神，我还有声音。为什么会讲说我还有声音？有的甚至说，你治疗好了以后，你完全都没办法讲话。但是神让我有声音，那我还能为神做什么？我好了以后，我就马上去参加诗班，那我要把我要献诗献给神，那这就是回馈神。那还要做什么？传福音。还在迷失的小羊的亲戚或朋友当中，能够把他拉回来。像自己的信仰也都能够不能够软弱下去，那你也要带领自己的小孩。那我这五年当中，也是时间过得很快。那我还要继续为主做见证，还要为主传福音。那我还有这个体力，因为我的工作也是算是蛮劳累的工作。我是开车的，那也是要搬，我是送货，也是要搬货。那我的体力真的是有感觉到，没有像我生病前的体力这么好。那我还是一样祷告神，上班之前祷告，出车之前祷告，那让在这一天当中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那能够在这一天当中，让我能够把这一天的工作都交托给神。因为外面的状况，开车的真的是很多，状况非常多。那你一不小心不留不是人家，不是你去撞人家，就人家来撞你。那最后我们来翻一张经节，翻开诗篇。诗篇的第23篇第4节，我们请大家有翻到圣经的话，可以的话就一起念一下。诗篇23篇第4节，第4节对，开始。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阿们。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有神能够安慰我，只有神能够安慰我，因为只有你自己能够去体会得到。体会得到说这个病的痛苦，家人只能在旁边帮你辅助你而已，可是你是自己亲身的体验到说你生病的痛苦。那我们也就只有能够依靠神，神还能够办法给我力量，让我继续让我继续在这信仰的道路上能够走下去。那最后再翻一张经节，约伯记第10章12节，约伯记10章12节，对，开始。你
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门，那最后愿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赐福给在座的各位同龄以及听到朋友，愿神祝福大家，这样我们。